So, hello everyone. I'm Catherine Wilhelm at the U.S. Asia Law Institute. 大家晚上好。我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的这个 Catherine Wilhelm，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谈一谈消除对妇女歧视一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公约在东亚地区的实施情况。这是一系列的这个网络研讨会当中的一个，谈论的主题呢是国际法以及女性的作用。那么第一次开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消除公约和妇女的这个财产权。如果大家没有听到，没有参加那次会的话，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个那次会的录音。一个呢是英文的，一个是这个中文的。第三次呢是六月十日将进行，这个是关于韩国的。今天的发言者 Peterson 呢，他是夏威夷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进行比较法研究，比较的是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实施西朵的一个方法。那么西朵是这个全世界189个国家批准的公约，人数国数国家数最多，但实际上它的实施情况以及它对国内法的影响呢，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 Peterson 教授呢，今天将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朵公约在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的实施情况。Peterson 教授他教授国际法、国际人权保护以及性别法，他就于夏威夷大学。他以前呢在香港教过法律，教过20年。他帮助香港立法会，这个起草这个反性别歧视法。他也见证了这个法律在香港的实施，同时他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进行培训西朵公约的实施情况，如何用它促进性别的平等。那么在我请他讲之前，在这里呢提醒两点。我们有一个中英文对照的 PDF 材料，如果大家希望深度了解这个题目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在 WeChat 上面。同时啊，我们也会把本次会议录下来，然后那些没能参加研讨会的人可以看，还会进行一个调查，网上的调查，问一下大家的身份，你是这个学生，还是非政府组织，还是老师，还是律师？第二个是，你是不是熟悉西朵？那目的呢是让 Peterson 了解一下大家的身份，然后侧重一下他讲话的重点。三分之一的是学者和研究人员，其余的是律师、公益组织，还有一些学生。大家对西朵的了解情况如何？那么大家的情况各不一样，41%的人呢不怎么了解，完全不了解，37%有一定的了解，非常了解的22%。对于那些毫无了解的，请你们呢，建议你们看一看我们准备的那个材料。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刚才的一个网上调查。那现在呢，我就请 Peterson 教授给大家做讲解。好，非常感谢 Catherine 所做的介绍，同时非常感谢诸位的参与，感谢亚美法研究所组织这样一个网上的研讨会。那么在我开始 PPT 播放之前，我想这个指出啊，41%的人不知道消除公约。那么同时我以前呢也收到过一个问题，开会之前就是有人问为什么美国没有批准西朵。那么在我开始进行比较讲解之前，比较三个地区之前呢，我想讲一下为什么美国没有批准消除公约呢，简称西朵，它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的一个简称。
不好说呀，太长了，所以我经常用 CEDAW 来称呼它。它是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之一。那么189个国家包括中国已经批准它了，美国呢没有批准这个公约。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批准呢？就是美国这个在宪法上呀规定批准人权公约非常困难。比如说我们批准了一些，包括这个酷刑公约呀、种族歧视公约我们都批准了，还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公约。那么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行政部门，通常是这个先签署，总统先签署。那么现在这个CEDAW公约呢，卡特总统已经签署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加入，没有批准。为什么没有这个完全批准呢？就是第二阶段遇到了问题。第二阶段呢就是要由美国参议院来批准。那美国参议院呢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批准，那是绝大多数了。所以即便是一个公约呢得到了多数人简单多数的支持，但是如果达不到三分之二的话还是批准不了。那其他的一些公约也是一样，或有些公约如果即便是双方两个政党都支持也很难通过，比如说残疾人公约，这个很多共和党呢也支持，民主党是支持的，但是在2012年参议员投票的时候呢只有 61% 的票，没有达 67%， 三分之二的这个绝大多数。所以美国呢它这个非常特殊在人权公约的批准方面。好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呢已经批准了消息公约或者 CEDAW。 说到这儿呀，我来回答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案例研究比较研究。那么为什么比较研究非常有用呢？就是我希望获得一些数据以便说服美国参议院来批准这个公约，希望他们了解到这个公约确实还有积极影响。但是同时我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有一个积极的讨论，那么这个学者呀活动家呀那个在讨论这个公约到底有没有用。有些人虽然他们支持性别平等，但是他们认为最好还是根据国内法来促进性别平等，不要管这个国际法，国内法就够了。那这是一些人的想法。但实际上呢有些对CEDAW的反对者他就是持这种立场，他们认为美国在性别平等上跟比其他国家都做得好，所以他们不满。那我对他这些人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不能期待CEDAW公约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好像是这个宪法上有配套条款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工具，这些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倡导性别平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促进进步。那么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来发现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帮助我们来促进消息公约，把它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有些国家他们批准了这个 CEDAW， 虽然批准了 CEDAW， 但是他们的性别平等做得也不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同时我们谈到比较研究的时候我总是要看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一个国家很富有，比如说瑞典，把它跟一个穷国相比也没钱，然后说这个CEDAW在这个国家做得好，那个国家做得不好，因为这两个做得好不好呢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因此我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呢就是找一些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有一些共同之处。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才选择了去基于日本、中国香港和韩国三个法域来做一个案例研究。因为我们看到像日本它的宪法里面也有相关的原则性的表述，中国的香港也是一样的，中国的
香港当然它是基本法啊，换句话说呢，它是一种小宪法啊，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选日本、中国、香港和韩国来做一个很小型的横向对比研究。一个呢，是因为这三个法域呢都在自己的宪法中保障了平等权啊，刚才特别指出了中国香港呢是基本法哈、啊，算是它的一个小宪法，所以呢这个比较就比较有意义。另外呢，他们都有比较发达的经济、高的教育水平，而且呢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呢，这三个法域呢都没有给比如说这种宗教法任何特别的地位，因为有一些法律呢可能它的宗教法的地位比较高，所以呢 CEDAW 的贯彻就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三个法律都允许司法审查，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女性感觉政府的政策或者是立法对她导致了性别方面的歧视，她可以去打官司，讲的就是这样一条原则。所以呢当然我们也要看一旦发起了诉讼，那么所在法域的法官他们对于 CEDAW 的原则的认知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会直接影响司法最后的走向和结果。但是呢原则上他是可以去打这个官司。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三个法域呢仍然还存在一些性别平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女性在企业、政府、司法机构和法律专业高层职务的代表人数仍然不足。所以呢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单凭宪法上的平等条款原则性的表述似乎不足以真正促进性别平等，我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一看 CEDAW 能不能作为这样的一个补充性的工具来促进性别平等。然后我们会在后面的分享跟大家去看一看在整个逐渐的走向性别平等的过程当中 CEDAW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可以从中间的截取一个横剖面，比如说选取一个法律，看一下在这个政府之下它在这段时间CEDAW 核准之后它产生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影响。所以一般呢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一个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比如说在整个 CEDAW 报告的进程当中 NGO 的参与，因为这个报告呢是一个定期的机制，要让政府向联合国的 CEDAW 委员会去提交报告啊，来说明自己国内去落实 CEDAW 的情况。如果说 NGO 有在这个报告过程当中积极的参与，大部分的学者认为 NGO 的参与呢能够让政府更加的真实的来报告自己国内的 CEDAW 落实的情况。因为如果说你只有政府去写报告的话，那等于是他自己报告自己的落实情况，有可能会产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情况。所以呢 NGO 的参与程度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另外呢就是要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援引 CEDAW 的原则，因为有很多的国家呢可能并不特别重视 CEDAW， 特别是像美国啊，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也要如实的说，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在乎说联合国 CEDAW 委员会是怎么看它啊，是觉得给它一个好评还是比较差的评价，它不在乎。当然呢也有一些国家是比较的关注 CEDAW 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有待改善的，如果说它非常重视，就有可能去促进这些国家努力的改进。另外呢就是看法官呢在去处理司法案件的时候是否愿意去援引公约来作为解释国内法的一个指引。因为好多时候呢学者会做一个区分，因为我们会分所谓的一元制和二元制的司法制度、司法体系。比如说像欧陆法系的国家呢一般是一元制的，也就是说呢它不分国内和国际法。那因为它不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你
去打官司的话，你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去援引国际协议的，只要你这个国家签了这个国际协议，它就可以去援引。但是呢，像有一些国家像日本啊、韩国都是这种一元制的国家，我们还是看到法官呢他愿意去聆听 CEDAW 的相关的法条解释。所以呢，有一些欧陆法系的国家呢，法院法官对于国际协议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呢，我今天分享的案例当中对比下来，日本的就更加保守，不如韩国更愿意参考 CEDAW。 但是中国的香港呢，和韩国和日本在文化上会有一些差异哈。那么香港曾经呢，它也是传承了英国的整个司法体系，所以它是普通法的体系。所以呢，他们的基本法基本上是保留了这种所谓的两套系统啊，就是分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还可以去看香港在基本法方面，包括他出台的反性别歧视的法律，他和 CEDAW 就是完全区分得很清楚。当然了，并不是说法官就绝对不能去用公约来去解释所谓的香港内部的法律来作为一个指引，还是可以的哈。我们后面会有案例的一个分享。那么这张幻灯片呢，具体跟大家介绍的是整个 CEDAW 它的报告流程。 CEDAW 的报告流程指的就是一个缔约国，也就是说呢，你核准了 CEDAW 的法谕，要定期呢接受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审议，就是 CEDAW 委员会的审议。刚才我也说了， CEDAW 委员会非常重视 NGO 的参与，而且呢，其实整个 CEDAW 委员会呢，算是联合国下面非常非常重视 NGO 参与的一个委员会，所以呢，其实它对于政府报告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高。主要呢，是通过这种说服性的一个机制来，比如说像定期的去审议，公布一些审议报告，来以此去说服或者说影响各个国家去改善自己的国内法或者是政策。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呢就是国籍，对吧？国籍这个问题在公约第十一条就有清楚的规定。因我们好多时候呢觉得公约核准了之后好像大家觉得看不到什么效果，但其实呢，你们回顾20年前你去一对比，就发现其实很多政府包括像在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实20年没那么久远之前，其实就在国籍这一方面对妇女有歧视。比如说一个本国的女性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那最后呢，她的子女就没有办法获得本国的国籍。反过来，如果男性娶了一个外国的女子，那她的子女呢，就有自然的国籍的这个获得权利。像日本啊、韩国呀，还有很多南亚的国家，其实在核准了公约之后，他们已经去修订甚至是撤销了关于国籍方面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当然一方面呢是政策和立法，还有一个 CEDAW 公约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它会要求所有的成员国要有义务去禁止在政府就业领域之外的歧视。也就是说呢，你不光要去看政府内部做得好不好，还要去看政府以外，比如说像私人就业领域有没有存在歧视，包括像家庭关系。 CEDAW 里面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条款，要求政府去要么通过立法，或者呢通过宣传教育来降低，比如说家庭关系或者整个社会当中的性别歧视。所以不光是要去只去管好自己的门前雪，而是要去关注政府以外的这些领域是否存在歧视。那么这张幻灯片呢，援引了其中的一些条款哈。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下公约的整个范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
展开来讲啊，今天主要是结合这三个法域做一个对比研究，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第二条第 F 款第五条和第十六条这几个条款呢，里面要求成员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修改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习俗和惯例，并且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问题上要消除歧视啊，这是他所做的一个总览性的规定。所以呢，简而言之呢，就是要求政府主动出击，积极的采取行动，同时呢，还允许采取暂行的特别措施，比如说像美国，我们把它称之为 affirmative action， 叫扶持行动，啊，它是一个特别的措施来解决系统性的歧视，这是公约里面的第四条。所以呢，有时候大家问说，如果美国落实 CEDAW 的话，会怎么样去落实？我的回答呢是，其实它会让美国更加容易，比如说像大学啊，或者是其他的雇主啊，能够去开展这样的特别措施来推广性别平等。现在呢，因为没有，所以呢，美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比如说这种待遇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实质上的平等呢，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很平等，要扫除这些产生歧视的障碍，导致使得它最终的结果自然而然的平等。好，我们做了一个铺垫性的介绍，接下来呢就先从日本说起。关于日本呢，大概有六页的内容，我想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日本在国内立法，特别是日本的宪法当中的相关规定。因为好多人会说，我们如果国内有了相关的立法，就不需要再核准 CEDAW 了。像美国就是这种意见，说我们宪法里面对于平等已经有非常完善的表述。日本呢，其实也可以这么去说哈，因为日本的宪法是在1947年，推出的。那么当时呢，就已经很超前了。我们看到1947年的宪法呢，第十四条就说要禁止基于生理性别的歧视，第24条规定说婚姻关系当中，丈夫和妻子享有平等权利。所以这么看来，在当时呢，已经是很进步了。那么日本的司法体系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两条宪法的规定来去解决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比如说1981年，日本最高法认定说适用于妇女的更低的法定退休年龄构成不合理的歧视，它援引的是他们民法典的第90条，里面呢是援引了宪法的平等权的条款。所以这个呢，放到80年代，在日本呢就是很有进步性的一个判决。但是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日本的最高法院没有这么进步，他在解释平等条款的时候没有利用所谓的目的条款，他非常尊重日本的立法机关。那么在美国的法律学当中啊，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合理依据标准。那么法院的这个审查标准呢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政府如果能够提出一些合理的理由啊，来证明男女不平等是合理的，那么法院呢就不会严格的审查，所以很尊重政府。同时，日本的法官呢也不愿意用校区公约作为一个解释宪法条款的一个指引，因此最近一个非常大的例子呢，就是在2015年，那么这个妇女啊质疑了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规定女的结婚之后要采用夫家的姓，但是这个法院呢认为这不算歧视。我们知道，如果女性要改成夫姓的话，就在所有的情况下，女性就要改。那么法院呢不想听这些理由，他只是采用了非常低的审查标准，他实际上在没有证据情况下就接受政府的说辞，说如果不改姓的话，双方的冲突会增加。那么法院也没有证据就接受这么一个说辞。如果法官有5个法官不同意这种说法，
包括其中有三个这个女性法官，她发出了不同意见。那么后来又有人对这个法律提出质疑，诉讼当事人这个有证据证明公众呢现在已经支持废除复姓规定，同时这个七道委员会啊也一直在批评日本说这个法律有歧视性。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是2021年日本最高法院法官说这个强迫一个人改变姓氏可能会造成损害，但是认为只有国会才有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采纳当事人基于公约提出的论点，所以又一次维持了该条款的宪法合宪性。那么因此啊，从这个司法的实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最高法院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这个法官呢并不是太乐意利用这个公约。如果大家希望了解这个案件的话，那我在这里呢有这个哈佛法律评论2022年呢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并不是说西斗在日本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即便是司法机关呢那个不太愿意利用西斗这个工具来进行引导，但是也有证据证明行政部门呢也确实在进行变革，立法部门呢也做了一些法律的修改。日本1981年签署了该公约，四年之后他批准了这个该公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日本政府确实这个审查了一些歧视性的法律，然后自行修改了，这个没有经在这个正式批准之前就修改了法律。同时他们在就业歧视方面呢做的法律也非常弱啊。那么这个在刚开始实施这个法律的时候呢，几乎没有实施这个西斗公约，后来逐渐在修改。最初的这个就业平等法呢仅仅是一个指南啊，就没有怎么实施，后来才逐步的有所实施。也许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呢，就是改变了所谓了这个父系传承制。那么在很多国家呢，这个妇女是不能把自己的国籍传给孩子的，如果父亲是外国人的话，现在日本的妇女也可以把自己的国籍，日本国籍传给孩子。那么这样一个修改的规定呢，是日本政府做出的，这主要是为了符合这个西斗第九条的规定，女性可以传国籍给孩子。我们也看到其他些例子，说明日本政府也在实施。比如说这张幻灯片里边，最初日本啊，这个对一个这个法定结婚年龄啊有不同的规定，那么女性16岁，男性18岁结婚，所以男女结婚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当时呢就这个人们就很关切，这16岁的女孩啊，她还太小，还没有办法这个自行做出决定，其实在16岁。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呢，日本最后统一了法定婚龄，现在男女都是一样的。是从16岁调高到18岁了是吧？对。那这个其实你把它调高呢，应该不会去侵蚀到宪法的所谓的婚姻自由，因为18岁以下呢，大家认为，因为很多的法区都是定在了18哈，就是宪法上允许，如果父母同意，那你就可以结婚。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年龄提高到18呢，并不算是违反或者是去妨害了他们的婚姻自由啊，因为主要还是要应对同婚的问题。但是呢，像有一些社会呢，它的法定结婚年龄定得很低，这个就有一定风险。有一个法律规定啊，那个最终也被废除了，就是说这个离婚后以前规定再婚之前要等6个月，现在呢说等100天就行了。
这个只对女性有这个规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就是政府希望这个知道你是不是怀孕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便于决定真正的父亲是谁。那么现在呢只需要等100天。现在政府也在考虑废除100天的规定。那现在呢这个法律也正在修改，最后这个强制性的等待期也会废除，这也是对妇女的歧视。所以这一些例子说明日本政府呢实际上也对西斗公约做出了反应。我想日本的非政府组织联盟啊，他们这个非常有效，经常提交这个影子报告，监督政府的行为，履约行为。我想这个其他学者会同意我的说法，就是日本政府呢在这个对待西斗委员会的结论信件的时候呢，他也不太用心，而且强烈反对这个西斗委员会的一些建议，尤其是其中一些建议啊，要求日本政府这个规定暂行特别措施，比如说这个政治参与的名额。那么日本政府呢不希望这个积极的参与措施，只是被动应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西斗就公约对日本的影响的话，大家可以看这篇文章 Patrick Flowers 写的，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日本学的专家，他认为日本对西斗公约的遵守呢仅仅算作中等。那也有一些日本的这个学者用日文写了很多文章来研究这个西斗公约在日本的效果。那现在呢我来带领大家看一看韩国。那现在我看第二个案例研究就是韩国的情况。为什么我选择韩国，就是因为韩国呢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它的文化因为它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同时它也是一个父系传承的一个国家，父系社会。但是我们也确实发现西斗公约、校区公约在韩国的影响反而更大，超过日本。同时韩国的法官呢比较积极主动，在解释宪法国内法律的时候愿意采用这个公约的精神。那么韩国的宪法第11条呢禁止基于多种理由的歧视，包括基于生理性别。那么第32条保护妇女不受就业歧视。第36条规定婚姻的缔结和维系必须建立在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的基础之上。那么在开始的时候，韩国宪法法院并没有审查韩国的歧视性规定或者歧视性法律，但是从1999年以来我们开始看见有一些变化。韩国宪法法院呢对在司法审查方面采用了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呢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比例原则在国际这个人权法当中的比例原则。同时法院开始引用消期公约，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发展。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学者呢引用了这些例子。那么在韩国西斗和宪法条款的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1999年，那法院宣告在公务员考试中给退役军人加分的做法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加分的做法呢倾向于这个歧视妇女和残疾人，因为这两类人一般不入伍所以不可能是退役军人。那么2005年在另外一个案件当中，法院宣告户主制度无效。因为这个户主啊他的这个地位比较高，一般是父亲担当。2005年的时候还宣告民法典要求孩子使用父姓的条款无效。
所以现在父母呢可以决定孩子姓什么，是跟谁姓。2015年的时候，法院认定这个禁止通奸的刑法条款呢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隐私权和性自主权。2013年的时候，韩国最高法院裁定男性可以因为婚内强奸被起诉，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都认为如果女性结婚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什么时候都愿意进行性交。那么韩国最高法院认为不能这样，即便是结婚了的话也可以被认定为强奸妇女。所以这是韩国法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他们这个在解释国内宪法的时候呢，采用一种更积极的做法。那么在很多这个案件当中呢，法官都提到这个韩国应当遵循的西斗义务。所以韩国政府啊，刚开始批准西斗的时候，那是在1994年，他就认识到韩国法律政策里面有很多是歧视性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父系传承制，也就是说这个父亲呢向弟弟传自己的国籍啊，那所以韩国刚开始批准的时候呢，就对第九条提出了这个保留，后来呢就撤回了。1997年修改了国际法，从而符合了这个校区公约，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这样的话，母亲也可以把国籍传给孩子。那其中有一个请政府做的，确实是促进了对西斗的遵守。就是韩国政府呢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批准了西斗的这个认责议定书。认责议定书也算是一个公约，这个国家可以选择批准还是不批准。那么通过这个认责议定书呀，就允许公民个体在穷尽国内救济的情况下向西斗委员会提出申诉告洋状。所以他们首先必须在国内穷尽一切手段，所有的程序走完了还没有给他们一个救济，他们还不满意的话，这时候呢根据这样一个议定书呀，就可以向西斗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能够证明国家违反了西斗条款的话，那中国还没有批准，香港却没有批准，日本也没有批准这样一个认责议定书。这样的话，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妇女不能到西斗委员会去投诉，但是韩国的妇女可以去投诉。那么韩国政府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认责议定书，本身说明韩国政府呢希望遵守这个公约，同时呢他们也有信心这个自己可以遵守公约。韩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步骤啊，就显示了他们这种更积极的态度。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配额制度，那么以便增加妇女的参政议政的这个份额。同时他们还同意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独立的，来帮助人们实施他的权利，不仅仅是西斗，还包括宪法的权利。那当然了，这个人权委员会呢成立以后，在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方面遭遇了一些挑战。其实我原来有一个学生，就是一个韩裔的学生，但他做了一个毕业论文的课题，就是研究了人权委员会维持独立性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要倚仗韩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呢也要在运行上受制于政府的很多要求。但是呢，韩国政府他同意建立这样的一个人权委员会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在日本呢也是一直在敦促他去成立，但是呢还没有。大家如果对于研究韩国对于 CEDAW 委员会报告的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去看一看它的附件，因为很多时候呢，韩国的报告里面它会有很长的附件，里面呢会逐一的回应上一次的 CEDAW 委员会它的审议意见，然后呢逐一的去
列出韩国政府自委员会提出意见之后他是如何去改正的。所以呢，韩国政府之所以这么样去配合，是因为韩国政府确实是有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向国际社会去彰显他已经从原来的专制制度完全过渡到了一个民主制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里面。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会重视 CEDAW， 就是说是不是愿意重视国际社会怎么看待它。有一些政府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怎么看它，因为它本身可能在国际上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呢，韩国政府它通过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国际上树立积极形象和名声的一个需求。当然了，我们知道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近几年还是存在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当选的这届政府对于性别平等的概念公开的表达了敌意，甚至呢是提出要废止一些性别平等的组织和条款。但这个就很让我们担心哈，因为韩国呢可能下一次审议呢还不会马上发生，但是呢至少未来两年会有一次审议。因为 CEDAW 委员会在2023年3月份刚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希望韩国政府来去回应的然后呢再去开展审议，所以呢我觉得很快就会去开展审议了虽然说有一些工作上的滞后，但是呢未来两年肯定会有一次审议。大家已经可以从联合国的 CEDAW 委员会的网站上能够看到很多 NGO 提交上来的报告，里面呢会梳理了很多 NGO 希望韩国政府回应的问题。那么 CEDAW 委员会呢反过来会汇总这些意见去对韩国政府提出一些质疑，比如说这些问题你怎么看，你是不是打算在有一些方面呢打算去开倒车等等。所以我觉得韩国这个审议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前的这届政府有可能会导致韩国的 CEDAW 实施出现倒退的情况，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不应该的因为 CEDAW 协议呢你签了就是签了，你如果再去开倒车，那可能对于韩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就会有损伤，因为你已经签了，你已经核准了，现在你等于是自我食言，这个肯定对他的国际形象是不利的。但我们还是要去看啊，未来两年审议包括他们之间的博弈情况。另外在围绕韩国再跟大家通报一些比较新的情况，2019年4月的时候，韩国的宪法法院以7-2的表决作出裁决，认为呢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是违宪的。那么从这个事情上呢就可以看到韩国呢已经开始适用这种叫比例原则，实质上适用了比例原则的标准。因为呢它核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法律对妇女自主权的限制超出了实际立法目的，也就是保护胎儿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所以才认为它违宪。另外呢法院还裁定说由于禁止堕胎的法律很少被执行，所以呢这个法律的立法目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也导致妇女很难去获得医疗方面的需求。所以法院呢允许立法者在2020年底去做修法先做一个修改所以没有立刻的去废止。但是呢立法者呢没有跟上，所以呢2021年的1月1日正式废止了。NGO 的影子报告呢里面还是对于立法者在做呼吁，就是希望立法者去明确这些围绕堕胎的国家法律，因为很多妇女还是对这个他们的权益不太清楚。在美国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值得借鉴，因为韩国的宪法法院在保护性别平等方面无疑比美国走得更靠前。
好，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好的，这个配额制度呢，我没有时间展开来讲所有的细节，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我手头的一些资料，看一看有哪些信息的来源和出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稍等一下，这个配额制度，其实不是很僵硬的一个制度，他们设定了一些目标，但是呢，也有一些针对政党的要求，这个我手头没有详细的信息哈，我得回头找一下，但是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我回头要不找点文章再发给大家怎么样？这个回答呢，就是主要是，解读了宪法当中的女性的权利。回答是他印象里是都核准了，整个任责议定书，整个 OP 都核准了。这个任责议定书，这个我得回头再查一查。我印象里他们是全部核准了的。因为问询呢和这个个人投诉是不太一样的。问询呢是 CEDAW 委员会，他掌握了一些证据，比如说呢 NGO， 给他打了影子报告，说他存在严重或者系统性的歧视，可能不是妨害了某一个女性个体的权益，而是系统性的影响。比如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菲律宾政府禁止妇女获得避孕措施的这样的问询，包括像墨西哥呢，在墨西哥南部也有针对于妇女歧视的一些问询，包括像爱尔兰北部最近呢也针对他们政府发起了一个问询，这个和个人投诉不太一样。韩国呢应该还没有到被问询的地步，因为现在还没有 CEDAW 委员会掌握证据或者事实说它存在严重的或者系统性的歧视。没有在这个阶段，至少没有理由对韩国进行问询。好的，暂时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接着就讲中国香港。香港呢经历过殖民地时期啊，所谓的殖民地时期呢，就是一直到1985年吧。因为当时英国批准了公约，在此之前在香港并没有关于性别平等的立法，因为当时呢作为一个殖民地的政府，对于性别平等这方面关注的并不是很多。1984年签署了 CEDAW， 1985年核准了公约之后，就掀起了一场性别平等的运动。一个呢是香港本地的女性也非常的关注，是英国政府它核准了 CEDAW， 但是呢它好像不适用于香港作为它的一个海外的殖民地，所以香港政府呢当时就要求英国呢把香港排除在外，因为香港政府呢原来有很多老的法律，他也不想说因为英国签署了公约之后呢我还要再去修法很麻烦。当然了，这个 ICCP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但是呢它的影响很小，因为香港我们说了它是一种二元制的环境，也就是呢法院它除非是有清楚的这种证据表明国际文书跟国内文书是相通的，否则的话它一般不会援引国际公约上的原则。所以呢当时就因为缺乏实施公约的本地立法，当时的香港本地的女性运动就很难去推动消除针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啊，或者是去推动一些政策。当然从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有了改观。一个呢是联合声明里面说了ICCPR 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就是 ICESCR 在97年之后会继续在香港适用。另外呢1989年香港政府基于 ICCPR 建议制定本地的人权法案。之所以要这么去做，是因为在同期香港的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在1996年制定了香港的基本法。里面呢也引入了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些条款。所以呢香港地区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法域，因为它自己的基本法里面会直接纳入国际公约的和条约当中的一些原则性的表述。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基本法当中的一些原的表述，比如说基本法第39条里面就直接把 ICCPR 和 ICESCR 纳入到香港的法律体系。但实际上 ICCPR 会更加有影响，主要是法官的态度，就是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影响更大，比精神公约影响更大。那么当时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有很多的歧视性的规定在殖民时代，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非常令人震惊的，比如说禁止女性继承新界地区的土地这是一条规定。同时还有法律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保护性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妇女的工作的权利，比如说什么时候女的可以在地下工作，什么时候可以加班，那么经常呢这个雇主啊给妇女的工资也低。我刚开始到香港的时候，这是1989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招聘广告到处都是歧视性的语言，有时候甚至是政府的招聘广告也是歧视性的，那么公开歧视性别，公开歧视年龄。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有个招聘广告上面这个80年代的时候招聘广告经常会说招聘女性秘书35岁以下，然后下面这个男性45岁以下工程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当时看到很奇怪，看到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但是在香港呢并没有法律禁止这样的歧视性的规定广告。那么妇女运动后来呢1989年通过人权法案1990年这个开始实施，那么1989年提出人权法案，那么女性呢就开始运用人权法案来讨论提高这个女性两性平等的这个认识。另外呢就是他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所谓的影子报告，那么这是人权事务委员会这是就后来变成人权理事会了。在当时的话没有向西斗委员会提交报告，因为那时候香港还不适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有趣的变化在香港的立法方面。那么在这里呢提出了这个三位女性立法者，那么这是一个老的这个照片，现在他们都老了，但是在1990年代初，这三个女性立法者，一个是陆公会刘慧卿，还有一个胡红玉，所以这三个人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促进了性别的平等。这个陆公会，他是首先起草了一项法案，废除禁止女性继承新界土地的一个规定，他。这个威胁要使用暴力如果继续禁止的话，但是他非常坚持。那么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呢这个通过了一个立法废止了那项规定。这个刘慧卿向立法会提出了支持消极公约的动议，并获得通过把这消极公约的适用延伸到了香港。那么立法会通过了这个动议，那虽然对这个香港没有约束力，但是政府也难以拒绝。那么由于他的动议，同时妇女运动也蓬勃发展，最后呢
这个西岛公约在1996年开始适用于香港，这是基于中印双方的约定啊。有趣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些保留，这个保留啊是这样，就是有些方面我们是不会改的啊，就好像韩国的那个国际法一样，最后呢他们还是改了这个法律，这个符合西岛第九条。香港提出的一个保留呢，中国也继承了，就是所谓的小房子政策。这个小房子政策呢是像政府的政策，就是优待男性优待新界的一些男性这个继承人，他可以在新界盖房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政策，我没有办法详细介绍。但政府的一个理由呢，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有一条规定提到它，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规定要继续下去，虽然在香港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那么最近呢司法部门进行审查，那么可能还会继续坚持，法院坚持主要是这个当初呢有这样一个保留。另外除了西岛适用于香港之外呢，最后那么香港也起草了一个平等机会法，吴鸿玉呢他是负责起草的这个法律。平等机会法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法案，我也帮助他起草了，禁止啊基于性别、残疾等各方面的歧视。那么政府非常害怕这个法案，因为政府到那个时候为止啊就是个不愿意废除那些歧视性法律，但是最后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要阻止这部法律的话，就要在其他方面做让步。最后呢他们就提出这个在性别和残疾方面的禁止歧视，其中有些条款尤其是在性别方面，主要是鸿鸿玉起草的。那么其他的条款呢，主要是香港政府根据英国的法律起草的。所以这个性别歧视法呢，是1995年制定的，1996年生效，这是另外一部条例。另外一点发展呢，就是香港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特色的，它这个不同于日本。那么日本的这个就业歧视法呢比较弱，那么大家还记得政府最开始这个提出立法的时候呢，香港有些人就要学习日本，也就是说这个提出一些指导原则而不是可以实施的法律。这时候妇女运动就提出反对，那么后来这个妇女运动啊也希望成立一个平等机会委员会来进行一些调查，对同时他们也提供这个协助，同时调解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平等机会委员会也对这些起诉者提供这个协助。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案件呢，就是平等机会委员会诉教育总监案。那么平等机会委员会要求法院审查政府的一项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优先录取11岁的男孩进入中学，因为他们的成绩往往更这个不太不如女孩。那么在这个法院呢在解释性别歧视条例的时候呢，还是引用了消极公约。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香港是一个二元制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说不能让法院直接援引国际法，这是必须转换为这个国内的法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法院也可以参考这个消息公约，
来解释性别条例，因为性别歧视条例呢，是这个实施社区公约的一个条例，所以即便是香港是一个二元制的地区，但是社区公约和其他人权公约呢，在司法判决当中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超过了日本这样一个一元制的国家。那这主要是取决于法官的态度。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呢，在传统上非常积极起草这个影子报告啊，非常积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立法机构的现在的代表性大大降低，尤其是国家安全法在开始在香港实施。那这样的话，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非常关注，他们可能因违反这个法律而被起诉，或者是因违反殖民时期的这个煽动叛乱法而被起诉。那么去年夏天，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查香港的时候呢，他就问香港政府的代表啊，是不是会承诺不去起诉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报告的起草人。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我会提供一个链接给大家。所以现在呢，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香港刚刚在上周被校委员会审查，那么作为中国报告审查的一部分，那么西道委员会会提出结论性意见啊，关于中国、关于香港、澳门的结论性意见，那么在未来几周就可能做出来啊。但是我这个听了这个审查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在联合国的网站上听到。那么很显然啊，校区委员会非常关注这个国安法呢，是不是会影响到女性的倡导啊，包括集会的权利，包括这个提交影子报告的权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审查的话，会看到很多这个非政府组织报告，有些支持政府，有些反对政府。所以我觉得呀，这个至少一些妇女啊，认为她还可以继续倡导。那我们拭目以待了，看一看香港政府是不是会积极的回应CEDAW委员会的这个结论性意见。所以态度，香港政府的态度现在还不确定。那么在我看最后一个幻灯片之前啊，香港政府确实最近做了一些变革。那么在审查之前呢，就加强了这个国内，那加强了这个家庭法律方面的一些规定，还有这个平等机会委员会呢提出很多改进意见，政府也在做出反应。那么CEDAW委员会呢，那么影响比较大啊。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那么以后会不会这样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就好像在韩国一样，韩国政府呢现在呢也不太听话啊，他从开始的时候比较服从西德委员会的命令，现在也不太听了，那么香港政府也可能会这样。那么最后一个结论性的幻灯片，然后请大家提问，如果大家希望了解那么西德公约的具体情况，希望根据这个公约进行倡导的话，我请大家来登录这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这个网站，它可以帮助非政府组织亚太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倡导，包括进行培训如果不知道怎么撰写影子报的话，它可以帮助你们来撰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呀在吉隆坡，那么他这个还帮助整个亚太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啊进行倡导工作。一个初步的结论吧，这是一个比较研究我研究的对象呢就是在未来的西德委员会的审查当中，以及关于香港的这个结论性意见到底是什么，我拭目以待。那个初我
我出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这个宪法当中平等条款呢可能非常有用，但是前提是存在有意义的司法审查制度，而且法院呢愿意采用目的解释法。七道这个条约呢是非常全面的，也是有用的，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大的动力来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不仅仅是要求政府不歧视，而且要求政府呢积极的采取措施消除歧视，尤其是这个如果非政府组织啊积极提交影子报告，且政府渴望提高其国际声誉的话，那么取得的效果就更加明显，更加明显。那么如韩国政府在批准消息公约的时候，人资一定说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法官对于基于国际法的论点持开放态度，那么 CEDAW 呢也可以为他们解释国内法提供参考。前面我专门讲了一元制和二元制的区别，其实呢归根结底要看司法机构对国际规范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呢，像实行二元制的香港的法院一向是愿意参考国际条约义务来解释本土立法的，比如说在2021年的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呢也是看了 CEDAW 的内容，当然没有帮助原告呢去对原有的政府政策提出挑战，但是呢 CEDAW 里面的一些表述还是有了很大的指导的作用，就是帮助法院呢更好的去反思了，比如说当时在比如说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当中对于本土本地的居民的权益的一个保护。所以呢香港的法院呢非常熟悉国际的协议，也愿意去把它来作为解释本土 立法的一个指导。日本呢就比较相反，历来呢是不愿意去引用 CEDAW 去解读国内的法律啊。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准备的幻灯片啊，这个时间稍微超了一点，但是呢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啊，再跟大家有个交流。回答是个人觉得在性别平等方面，香港的法院呢仍然会有足够的独立性，当然我可能个人比较的乐观，因为香港呢目前其实算是这种双轨的法律系统啊，比如说关于反分裂法或者是安全法，其实里面呢有一些程序上可能削弱了香港本土法院的权力，所以呢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些案例的审判呢，好像大家会觉得法院的权力被削弱了，但其实呢它是整个法律系统的大的调整。因为比如说你看到有些嫌疑人他没有能够取保候审，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呢法官不独立了，而是说呢整个新的司法制度之下可能他就不满足保释的条件，所以呢一些涉及到安全法的一些案例甚至是到上诉法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这些条款的解读。所以我在香港法学杂志上也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一点，说 SCPR 法院呢没有说它会停止使用对于本土法律的解释的指导作用，所以我觉得法官还有法院仍然可以去援引 SCPR 的原则。这是关于涉及到安全的案例。那么关于性别平等的案例呢就又是一种情况，因为现在新的安全法的实施呢可能会给女性的平权平等活动可能带来额外的困难，
像今年我们看到了大家要组织集会，但是呢，就不如过去那么方便哈。今年呢，他们计划在春天去做游行的，但是因为新的安全法呀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调整，他们一个是不太方便，另外呢，可能很多人在参与的意愿上有一些新的变化，所以这个可能总体上会对女性的维权活动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他的立法院可能在性别代表上，可能代表性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整个香港呢，援引国际的这种原则，包括女性权益啊，或者 LGBT 的权益的维护。法院呢还是可以去继续沿用国际的原则，但是这个我们也要再进一步观望。好，谢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因为我们几年前有一个叫 CEDAW 影响力研究，其中就包括了对于日本的研究，但是这个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们确实。现在要有更多的学者应该关注啊，比如说像日本的情况啊，我们有学这个政治法的去关注啊，因为我们往往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局外人啊，从外部来去看。当然，香港呢，我生活过很多年。现在也经常去，所以在香港也认识很多朋友，所以他们可以给我提供视角上的补充。但是，像日本和韩国，我觉得我就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你要真正想研究呢，可能恐怕还要开会啊，请他们本国的学者跟我们一起来做比较好。大概2001年，我和 Harry Samuel 一起，他是英国的一个学者，他原来也在香港。工作过，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合作研究，对比了英国和香港的 CEDAW，发现呢，其实香港产生的效果更大，因为英国呢更多的喜欢去援引欧洲的这种国际文书，包括英国国内的国内立法，所以反而是在香港呢 CEDAW 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已有的研究呢也有，但是呢，当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哈，让不同国家的学者来共同，做合作研究，比如说英国的 NGO 的，我可以联络香港的 NGO，因为我认识那边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哈，有一些这个联合作者，对我们的研究会有帮助。那这两个问题，我们确实有必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日韩、中国、香港都有歧视性的待遇，对于 CEDAW 的落实程度不一，比如说在香港，公平机会委员会会专门对于同工同酬。做立法，当然有一些歧视案例呢，你很难去举证，所以呢，雇主好多时候呢，他随便找一个借口，他就说，那我给你这个薪水是有道理的。所以呢，CEDAW 委员会，我觉得至少，在纸面上促进了很多立法，但是呢，像女性承担家务这份儿呢，好像这个公约。里面是呼吁政府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励比如说父亲多带娃，男方多照顾家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对于丈夫休陪产假这些方面的政策上的调整。但是你虽然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丈夫也不一定真正的就去用这个陪产假。他只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你实际他不去用，你也没有办法。所以好多时候，
家里的丈夫呢，他不愿意去行使这个权利，所以他就很难去真正的参与，子女的抚养。像甚至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还是女性为主，而且在职场，他拿到的待遇就是不如男性，这个问题仍然很普遍。所以呢，西岛，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的可喜的进展，但是呢，我觉得，仍然是一个理想啊，还是一个未充分达成的愿景。好的，谢谢啊。对，这个太好了，因为我对于这个配额的制度不是特别了解。我知道韩国和中国的台湾，比日本呢，或者中国香港走得更靠前，因为他们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促进女性的参与。所以下一场的讨论呢，我也很期待啊，因为它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像有的国家呢说要保留立法机构当中的女性席位，有一些国家呢持不同意见，说其实没什么用，立法机构呢有女性，她就是作为一个符号，放在那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女性的赋权啊。但是呢，反过来也有人认为呢，保留一定比例的女性席位的配额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开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数据哈，看它这个配额推行之后实际产生的效果怎么样啊，所以期待下一场交流。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做正式的交流哈。再次的感谢 Peterson 教授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全面高屋建瓴的一个介绍。这个话题当然是很复杂的一个话题，非常的感谢哈，因为每次你做分享，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想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像线下开会一样啊。我们一般线下开会呢，正式讲完了之后，大家就鼓掌感谢。之后呢，有的听众呢喜欢留下来，再到台前跟讲者有一个单独的这种非正式的交流，所以我们线上呢也想复制这样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再给10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在线上的听众哈，如果说还有感兴趣的问题，接下来这10分钟呢，你就可以直接举手啊，或者是打开摄像头、打开话筒，直接跟 Peterson 教授有一个1对1的交流。就跟我们以前线下开会一样哈，就给大家跟演讲人私下交流的一个机会和时间啊。我们这会议是在保留10分钟，让大家有一个举手发言的机会。同时啊，我们还会有一个问卷调查，很简单，以便我们今后改善工作，请大家花1-2分钟在上边选一下。我们每次做完之后呢，都希望听一下大家的反馈。我们在进行调查的同时啊，我们也可以请大家进一步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对 LGBT 的权利的一个重大影响呢，主要是 ICCPR。过去呢，香港是禁止同性恋的，是刑事犯罪。后来香港政府呢，通过了这个权利法案，那么，同性恋不再是非法。那么后来呢，就有司法审查来这个审查过去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同意性交的年龄有所改变，那么也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移民法，比如说，那同性恋是不是可以获得这个配偶的这样一个
一个权利。那么这个同性恋婚姻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在当时。我不知道西岛工业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那过去影响大的是 ICCPR， 就是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权公约。那么在香港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来支持 LGBT 权利。有几篇文章也写到了这一点，几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2016年，就是对比了新加坡和香港的 LGBT 权利问题。新加坡没有批准两权公约，那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香港呢这么长时间都还是对 LGBT 定罪的。那么由于三位女性的努力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三个立法人员。那么关于 LGBT 的权利在中亚呢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可以开一次会来讨论。在这个香港台湾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台湾呢是第一个司法辖区来承认 LGBT 权利同性婚姻。那么这个情况是不是在大中国会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出预测是不是会在大中华地区产生影响。我想大家应当了解西岛公约在这个延伸到香港之后，首先是英国政府把它延伸到香港，然后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啊，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呢都提出了一个保留关于这个小房屋的这个政策。这也就是说啊，政府这个不会按照公约进行在涉及到小房屋的时候。所以这个西岛，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政府已经认识到小房子政策违反了西岛公约，所以主动提出这个保留。那么那个判决呀，说明这个政府明知明知违反，但是还继续违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实施这样一个小房屋的政策，因为它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所规定的。因此他们利用西岛的一个保留来这个解释基本法里边的规定。那么这也是政府批准公约的时候一个限制，也他们有保留的权利，他们不能保留太多，对于政策，如果这个政策法律违反这个公约的精神的话，是不能保留的。那么西岛委员会也请过香港政府撤销这样一个保留。但是香港政府没有这个权利来撤回，需要当政府才能撤回这样一个保留啊。我看到大家没人举手了，我想啊，我们在这里就结束。所以我再次感谢 Carol Peterson 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刚才啊进行了很好的问答，我们都学了很多。对在座的诸位来说，如果大家想要这个 PPT 的话，我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来分享，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下载。那么几天之后我们就会做到，也可以看我们发布的这些材料。在6月12号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搞一次，熊金欧，韩国的专家呀，他会给我们讲，讲。给我们介绍韩国的经验，如何实施西岛，如何来促进女性权利，我相信会是一个信息丰富的一个演讲。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这个给我们提供的支持，非常感谢这个各位提出的问题，很抱歉没有办法亲自见到大家。但是这样一个网上论坛呢，也允许我们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好，就是这样。好，就这样，再见。